草跟包伟明，王不见王。那天从头到尾就他跟罗姐，后半段是谁你知道吗？是于浩然跟包伟明，然后把两个的内容还剪。天哪！你们这个节目做，那小梁他可能太迟了，他只是想说，有啊，赵哥去割了眼袋啊，割了双眼皮啊。后来他结婚，其实赵哥没去。对，对了啦。